他俩你的毛病，对，我对他买的我的毛病。好的，现在还认识你吗？估计认不得了。不认识了。跟着你多长时间？跟了我时间不长。这么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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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
这妈们，这保鲜基地的妈们，他都是兴奋，兴奋，气上去都没一个儿。启动，好嘞，好嘞。我干嘛嘞？不是，你刚才做那个动作是干嘛呢？就证明那个马听话呗，估计。我靠着他呀。啊，你再靠靠看看。你再靠一下。我靠的都不多。嗯，就展示着马的听话，呵呵，听话程度，很乖。来，很乖。你看他飘，你看，看他飘吧。经常问你，经常问你，听话，听话，你招呼就跟你走。对，你看他飘，他飘，他平上平一平，叫叫什么？过来，过来，这个，看见了，你是说这个马不是马不马母啊？对，但是这个这是个什么兄妹？那两个马不是兄妹吗？左面是哥哥，右面是妹妹，他是一个爸爸。那他们这种情况下，哎呀，这个我还说不准，反正从他人，他要下来，他我管妈妈，妈妈，不要钱。小红马，对，条鱼，到处找毛马。那大子他不敢骑，骑骑不小的，光骑不小的。这个小的应该是个母的吧？也是个公马，你骑。哎，滚的滚的滚的，吓尿了都。多少人？没有跑啊，没。对，这就这一块儿，也骑嘛，现在流行这个。谁不有？这个马到处欺负老实马。这匹马应该跑得很不错吧？
是吧？哎，对，有点玩。他地上要是就这样。好人啊。马一万八，不能还是不能干啊？我在你能信上去？别买，你这一万八，我不高兴吧？这这样不能让你干嘛？